选手高雄市萧雨辰，八号选手新竹县徐炳贤，请准备。补充一下，八号选手啊，跟七号选手有那个休息十五分钟才八号选手进行比赛。所以说到目前为止，六匹马啊，我们联系就是代表台中市的汪典才跟代表新北市的陈鹏程啊，两位选手就是连获的。好，现在进场的是高雄市的代表萧雨辰选手。高雄市昨天的团体赛表现得非常的优异啊，也还不错啊，是得到第三名，哎，四位选手的总获点才扣九点而已啊。那他小以前个人的选手啊，昨天也才扣10点而已，所以说表现非常好。障碍选手在参加赛哈，除了平常的所谓的跳跃的能力以外呢，事实上他还要在比赛的时候，他还在考虑我的路线是应该是让我的马匹怎么样去做一个转折点，好，这个比较重要啊。所以说我们一般在比赛之前呢，都会开放场地让选手逐步进来，来看场地啊。看场地每一道障碍之间的距离是多少啊？距离是多少？然后他们的马当时应该是怎么样的来控制？相关的联系障碍的话，他有的时候是要让马啊往前伸的，还是要让马？78秒。萧雨辰，时间很快啊，78秒6，是时间不简短，很可以，障碍破4点。好，我们休息15分钟，萧雨辰选手哈。我们这是七位选手啊，我们把速度非常的快，可惜呢，在第七号以后，先去闪避15分钟。好，我们的依照比赛的扣时哈，对吧？